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，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毡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作的。即换句话讲，当你是慢慢成为一个侍奉者，在这个家师面前去侍奉的话，最后你都会成为这个的金灯台、这个陈设饼和这个金香炉嘛。而事实上呢，你会看到我们所见的很可悲的事件，就是有些人来到陈设饼面前拿到这启示，跟着他下一步做什么？他不是成为这个陈设饼，他在陈设饼旁边设个 counter 去卖书卖带。哦，这个人来到金香炉去拿到神的这个时代当中的属于 Rhema 的这些敬拜赞美，跟着下一步去做什么？哦，他即在金香炉旁边设一个 counter 在那里卖歌碟卖歌谱、啊、又要收版税。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些还卑鄙过在神的圣殿那里卖牛羊鸽子人，这些人直接在神的家私旁边去 set 个 counter 出来去卖东西。你想想多可悲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主日都曾经分享过，譬如好像 Don Mon 很多这些很多所谓敬拜赞美的领师那些人，全部的歌呢只是去出道的时候的歌是经典的，跟着之后是垃圾来的嘛。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神弃绝了他们嘛。但问题不是神想弃绝他们的，是他们首先弃绝了神先。因为来到这些家师面前不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，他是白白得来然后即刻去卖钱，然后还要呢justify 自己，即是说去定自己这件事是对、啊、用很多错误的定论去定自己是对，就说、哦、不将这些卖钱我怎么扩展我的侍奉、啊、样是不是？你在这个金香炉面前设个坑塔走出来卖，扩展你的侍奉，你不是整世最多落地狱的时候你都是一个坑塔？神不是想你来到金香炉面前变成一个坑塔，神不想你来到金灯台面前变成一个坑塔去卖这些油，神是想你来到这个面前呢是变成这个家师嘛，是不是？即是天堂上不会有 sell 这些歌的 counter， 也不会有 sell 这些神话语的 counter 在天上的、啊、因为圣殿里面没有这样东西，是不是？但这些人自己设立在这里，他设立了之后然后说呢，这样就是他的侍奉，这样东西就是神的 calling， 这个就是扩展神所给他的。我想问你知道神所给你的这些祝福呢是恩典来的，他不需要你去扩展，神的启示是源源不绝的，他不需要你走去扩展，你只要让这件事变成一个杀种的话，他就会倍增。你会看到石安，你这么多年当中我们没有做这件事，我们没有去卖这些东西，但问题你发觉我们的歌源源不绝，我们的讲道是源源不绝，我们的神迹是源源不绝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，这个就是你会看到示范了一件什么事，就是说原来我们已经成为圣殿里面的这些家师了，这间教会已经是拥有金灯台这件家师、金香炉这件家师，而并且陈设饼这个家师，你才见到源源不绝的神迹、源源不绝的歌，并且源源不绝的神的时代计划、神的 Rhema 和关于圣经的启示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这些家师，但这些人呢，他们不甘愿成为这些家师，因为这些家师是神设定、设立、设计的。但这些人来到神的金灯台面前，来到这个金香炉面前，他自己设计一个 counter 出来，然后照着这个世界的方法走去将它 merchandise， 即是售卖这些神所给的启示或者歌曲。那你会见到就是我们上一代成代有这个问题咯，是不是？但你会发觉哇，那他们这么多人都错吗？不通这么多人既然一起做，那就真的对了。我想你知道等于不通这个世界是女人就是你老婆咩？梗系唔系啦，系咪？咁、哎、如果呢个世界好多人做妓女，咁所以妓女就系你老婆？唔系，神系拣辛苦，唔系多人错，咁就系辛苦，系咪？啱与错系咁定嘅咩？而家我哋讲紧系辛苦啊，主要所以寻找辛苦，系咪？哦，妓女个数量多过贤妇啊，咁所以妓女就系神嘅辛苦啦。咁啊，贤妇其实一个就够噶啦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唔系计多噶，你知唔知道？所以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神所讲的贤妇是单数，就是这个群体。所以变成是啊，多人错，然后神就要阿马大啃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主耶稣清楚已经讲了，落地狱的路呢是大的，行的人都多的嘛。但是问题是进天国的路呢是窄的，找到的人都少的嘛。你知不知道他都讲明是不是以多与少去定成功定失败。
你多就成功啊？唔系啊，而系讲你真真正正愿意付代价，而并且付得最优质嘅，先至能够喺神嘅国里边咧，去成为神嘅座上客噶嘛，系咪？咁所以你睇到呢一个嘅三件家私，其实如果你当你知道原来我哋要成为呢个家私嘅话咧，你突然间就会明白，你突然间能够反省，究竟而家呢个世界好多教会做紧乜嘢？好多呢啲大机构其实系做紧乜嘢？佢哋根本就已经系道行逆施啦，系咪？因为点解？因为佢以为神收就系收佢哋嘅成就，但系而家我想俾你知道，呢个世界上最大嘅成就、最大嘅呢啲嘢都已经变动紧。神唔系收你嗰个嘅成就，神收你嗰个真心真意。即系等于举个例，一个王子佢唔系话要娶一个即系心底又差，但系总之佢有成就嘅呢一个泼妇就得噶啦，系咪？即系呢个泼妇系赚到钱啊，呢个泼妇能够有间公司啊，呢个泼妇咧系攞到好多虚名啊。是咪？你是王子嘛？你使乜一定要拣一啲呢啲虚名啊所组合出嚟嘅一个泼妇啫？系咪？你是王子嘅话，你根本你可以将好多呢一啲嘅财富，好多呢啲尊名赐俾你将来嗰个贤妇噶嘛？系咪？所以你嘅贤妇你唔需要佢系一定有呢啲嘢噶。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，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毡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作的。心田成砖，一根水中影，真诚寻找主天国路径，世途辞去跟随耶稣，心振奋觉醒，红光辉不息，息于我心，风缓缓轻吹于我面前路径，我仍前去，心明燃烧，肩背着你是命，我要竭力传扬神明知是荣耀，献上热神生命，一生态度虔诚，让我身心带着复兴，献出我心中正，火红红光辉不息，烧于我心，风缓缓轻吹于我面前路径，我仍前去，心灵燃烧，肩背着你是命。